区区狼妖居然能伤你，你的灵力为何虚弱到无法自己排出狼毒？该不是青烟用了精英笔吧？青烟已经发现你是龙王。哎，你那个噬魂扇带了吗？借我用两天。又要掩盖龙息？我在青烟身旁，玄阳老儿马上就会带着斩龙剑来追杀我。谢了。你刚说那金鹰笔是很危险的吧？万一他伤了你呢？不会的。青烟早就知道我是娘娘，我们都是好朋友了，他不会伤我的。可龙王现在不就被伤了吗？不行，你不能再留在青烟身边，跟我回去。我不，我不，我不，哎呀，我不，我不，我是来找青烟的。你罗峰哥那么多事，你快回去吧。他到底是谁？不行，我一定要找到他。啊！我不就轻轻一推吗？就要真走了。天孤星擅离职守，被罚除去天将之位，抽出一节肋骨制成琵琶，常年相伴，以颤其醉，自愿喝下八类饮，断前因，忘前尘，驻守罗峰阁三千年。奇怪，此案当时细节竟不见了。星君，最近可曾找到天孤星之法那缺失的一页？我究竟是为何擅离女娲台？我找了很久了，实在是找不到。不过我前一段时间听到仙界玄鸟族有仙众似乎知道此事，我帮你去打听打听。有劳星君。一定。召唤你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我听说附近有坏狼妖，所以来看看，没想到在这儿感受到你的气息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不过里面只有一个不认识的人。那个就是我跟你说的李智哥哥。哦，走，我们进去聊吧。尉迟哥哥，这是我的好朋友青青，她不是凡人，她是个鸟妖，我们是秘密好友。青青姑娘。哦，我去给你煮药。草药啊，草药，给我，这什么呀？太快啊！水，你们人间怎么喝的这么难怪东西？尉迟哥哥，你快喝了吧，喝了这个才能解狼毒。对对对，尉迟哥哥，你快喝了吧。
好的。小心啊，别烫着。有龙，有我在，谁敢吃它？我是世上最美的鸟妖，你怎么在这里啊？我当然要在这儿，青儿是我的朋友。哎呀，不管了，那一起快跑吧！哎，镇定，哪来大胆狼妖？走，看看去。走，一起看看去。啊！这些都是妖。分明是龙炼把狼妖都烧成了灰烬，龙王为了保护青烟，真是一个毒不留。看来他们吃不了我们了，没事没事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把玉石哥哥一个人留在那儿，我得赶紧回去。谢谢你今天晚上来通风报信。刘莹是我恩人，恩人有难，花点一定在所不辞。刘莹，你的恩人？